是吧？你没下毒吧？那你在上学那会儿早被我给毒死了。怎么样？明天呢，我也给阿银准备一份，他一定会喜欢的。什么玩意儿？太难吃了！怎么了你？你一直觉得很好吃的呀？这个是我让朋友从澳洲空运过来的，到时候呢，给我的小阿银补充补充营养。怎么了这是？这个不适合我。我还是喝这个润润嗓子吧，它更适合我。不识货。